大家好，我是小新。你们知道我们这现在有多冷吗？就这么跟你们说吧，如果这天能把你们约出去的，肯定是生死之交。我刚下班到了楼下，然后去超市取了快递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还顺道买了雪糕和冰淇淋。你喜欢拆快递吗？来一个快递我拆，我好奇呢，敲开片儿。您还知道啊？这快递也不是你的。真的？真的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你看看，你打开，你看你能刷吗？你给我剪刀，我让那个。哎，这个笨。死多大件儿？真的老大了。等等，我看看啊，我看看。这不是你的。我看看我能不能穿它。你看啊，你看我能不能？哎呀妈呀，这么大呢！这是谁的？真不是他的。他的是。啊。这么大。肥。肥。嗯，那我就瞅着后买的。哇！就穿一年呗。嗯。哎，就瞅着前后，怎么前面肚子那个？前后后嗯呐。我感觉我打了个东西，啪一下爆了。行啊，拿着就行。吃雪糕啊！去给哪儿买的？我下班时候买的。来，你们吃啥？来，奶奶可不吃啊，奶奶不吃。来吃。你吃哪个？我吃哪个。里头没有重样的。你吃哪个？你吃这个吧。你吃哪个？我吃这个。那我吃这个。嗯，吃。这个好吃，奶奶尝尝这个。奶奶不吃。吃。那奥利奥的。奥利奥。搞一搞，换一个，换一个。妈妈，你看。嗯呐，妈妈买的。妈妈，你洗手了吗？准备洗。哪俩都没洗呀、啊？洗洗呗。去洗洗手再吃去。这个是也是巧克力。我不要那个，我要那个。这哪个？这个。不是那个，那个三角的那个。这个。嗯。哎，我也想吃一个。就那一个。别、啊、放我腿上凉。咦、嗯。不太满足啥意思啊？就是呢，瞅着样不太满意呗。不是，这个意思，看太小了是吧？满足不了你是吗？不是，就是这个太满意了。就那么一个让你造了。啊，你给我尝一小口呗。那啥味儿啊？啊，不好吃，没这味儿。嗯。你就是不想让我吃。没有，真不好吃、啊。我们东北的天儿就是这样，在外边穿着羽绒服，冻得嗖的，进屋里穿短袖，还得吃雪糕，爽不爽？爽！又拉仇恨了，南方的朋友该恨我了。这是什么玩意儿？嗯，我的痒。果酱。嗯，果酱。酸酸的。你有没有感觉今天像过年一样？能吃雪糕。真的过年啊！我啥时候放假才是过年了？啊？还得放一个寒假。对呀、啊，你啥时候放寒假，啥时候就过年了。他们啥时候放假呀？我们老师说了，我们把那些数学练习册和语文练习册都写完，我们就可以放寒假了。那一会儿进屋熬夜写完的。